来啦！在四川，兔子的死法千变万化，今天就用生命的方法来告诉这只兔子它来错了地方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麻辣小胖，一个关于中国美食的频道，我们将持续更新视频内容，带您领略中国的美食文化。感谢您的订阅 ，Thank you。连到脖子粗，我就是我夫。今天来个生焖腿儿，兔子大西八块。切好的兔丁、马尾、盐巴、鸡精、胡椒粉、料酒，抓至上浆，放入生粉，锁住水分，再倒点清油，抓匀，避免粘锅。兔儿下油锅，下入青笋，加至断生捞出，热锅淋油，下入青红花椒、姜末、蒜末。豆瓣椒、小米奶水、料酒，炒出香味，加入高汤，没得高汤的也可以用清水调味，放入盐巴、白糖、鸡精、胡椒粉、生抽，下入划好的兔儿肉，上锅三分钟。下入二斤的小米大葱，再来点香醋，最后放入藤椒油，出锅。沙糖葱花儿，一道生焖腿儿送给大家，开饭来了，拜拜，明天再见。